你有跟他攀岩超跑过吗？有啊，也有。他那时候就也很爱，我们都很爱跑北。对，他那时候都还是跑北营啊。对，106。那时候就是106啊。对，他那时候他大部分都只跑106。哦。他反而很少去北营，然后我们接着跑细平。哦，他以前也会攀岩超跑跑细平。对。他开 MX57 的时候，他还比较爱跑西平。哦，他有跟我说，他说 MX5 跑西平很好玩。对啊。可是手牌的真的不一样哦。嗯。他手牌的真的很强，真的是很强。手牌很差不多。对。就更强。更强，强很多。是。扭力更大，然后断油转多1000，然后马力也更大。马力多24匹啊，然后车重更轻哎，手牌要轻这台40公斤，嗯，一变速箱的，对对对。我 N2 自拍 ，N2 自拍只有短期的半年的软顶有自拍的。对，后面的都是手牌，我后面就只有半年而已。对，就只有半年。是，对，所以那个车超少的 ，ND2 的软底自牌超级少。啊，但是硬底全部都是自牌的，可是硬底没人要啊。对，硬底车一堆啊，因为太重了。
到出到 FISS， 对，好像什么时期以下，好像有他时期，这时期的，所以时期一样有什么？好像有，可是我也想说，如果要下赛道，就直接七 S。要跑山的话，就会你下一条会想换。其实我会想要换 Z 三的，是吧？因为 Z 三听说就很棒啊，就比 SS 比 FIA 五再好一点。对啊，那中距还是蛮热的，然后价位也差不多。顺顺开，不用太push它就已经很快了。嗯，对啊。